他应该是港女最了解吴敦义的人啊，是因为他过去受害这件事。因为现在吴敦义是副手，这样有两个上级，不过谢院长来当副手，比较了解他。想象力蛮丰富的。好，下一个问题来。就今天就是那个中研院院长就也有一起，那你有要跟他就是情谊吗？或者是？我情谊的机会很多了哈，所以今天这个场合主要的还是这个政策的研讨会啊，我们还是尽量把这个时间还有讨论都聚焦在这个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的议题上。好，会跟你好，谢谢大家。院长请教那个副手的人，还没有再想想看。所以院长会是人选之一吗？你为什么在我脑后面发问题？我讲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主播好像希望劝进他选立委。你说什么？文山区的诚信主播希望劝进他选立委。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再次说一遍。就是有传出来说有一个诚信主播，你们希望劝进他能够来参选立委。诚信的女主播，姓陈的主播，对，尔东城的。诚信的女主播，对，有这样的消息吗？哇，你们的消息比我还多，不知道哎，根本没听过。你没有听过？听过。那下礼拜三那个不分区的名单就要出，然后那个里面的太太李亚鹏，像有说希望他今天不要再承认，然后今天报纸也有报道说今天争取不分区里面的名单。倒也没有啊，他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名单上啊。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再去了解一下于大哥他最后的立场。主席，所以说于大哥还没有被排除在外。哦，当然没有，因为名单还没有确认，还没有到最后。就是因为副手人员大家都很关心啊，那今天有好多就是与会的人士啊，那这些都是你们情谊的对象吗？就包括李远哲。哦，你说今天是吧？对对对。今天我们讨论飞鹤家园跟副手无关。OK 你从刚才问到现在就只问这一题。因为有李远哲。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认为说回市场李远哲还要继续干下去？这主要有几个原因啊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这个契约的违约金的问题啊。第二个，如果说马上停电的话，它有后续的成本，这些后续成本、处理成本。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是社会成本啊，因为这个停电如果啊，这个是要等到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个飞鹤家园的共识能够聚集起来以后啊，那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停电对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具争议性的议题啊，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强力的主张，这个现在所引发的社会的争议啊，跟所引发的社会的成本会提高。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飞鹤家园大家是在一个理性的啊，那没有引发过度争议，像这一类的问题的情况下，大家来理性的、平静的讨论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说，在这一些因素的考量之下啊，让它续建，但是我们倾向不让它运转啊。但是如果政府啊，不论是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将来的民进党政府，能够的有效的处理这些违约金的问题，有效的处理这个相关的后续处理的成本的问题啊，也可以降低这些社会的争议所引发的这个社会成本的问题啊，那这个合适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虑。主席，那个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副手的部分，我不是问你啊，就是这个，人家说这个马总为什么挑吴敦义，是因为吴敦义比较可以扮演攻击手，然后总统的形象比较温，什么恭俭让之类的。好，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考虑，说我们也必须要副手是有攻击型的角色？选举啊，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你的理念、跟你的政见、跟你的理想。那选举的胜利不是直击在你能够攻击对方，或者是丑化对方，或者是抹黑对方啊。如果说有任何的政党在从事一个很重要的选举，在总统选举上，他采取的策略是攻击对方、抹黑对方，甚至是扭曲对方的讲法的话啊，那我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先进的，而且是现代的民主社会应该有的做法。尤其是一个执政者更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位的人能够跟你一起推动飞行差异的理念？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跟我一起推动飞和加油的理念，所以因为这个不论是在民进党或者社会，其实有很多人都赞成飞和加油的理念，甚至很多据我晓得，就是说国民党的支持者也支持我们飞和加油。所以这个非核加核的理念，事实上它是一个跨越党派的一个理念。这是考量副手的考量之一吗？就是推动非核加核是考量副手的理念。我已经回答完了，我不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来，谢谢大家。就是说，环保团体提出来说，如果说核四要盖完的话，如果说合适的违约金大概不到100亿，但是如果说到现在为止要把它盖完的话，大概要超过300亿。不知道主席是不是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精算它后续的处理，除了这个违约金，还有后续的处理的成本，还有社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好，那如果我刚才讲，如果政府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成本的话，那我们可以再重新再考虑这个。所以说刚刚主席有讲到说，任何可能都没有排除，但是问题是三个成本的问题我们要考量。